那今天这个的话，今天因为人拉的少嘛，大家都开始整。哎，可以哦！哇操，这个八刀一闪真的是牛批。但是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冰皇在这个情况下还能回来？因为事实上你看到他刚才是好像是掉到底部啊，但事实上这一幅春街的这幅地图啊，它的下沿高度是非常短的，就是说非常少，所以说就好像你掉了一会就感觉到一怎么我就掉到底部那里去了。所以的话，因为下沿的高度比较短的话，那配合上这个八刀一闪的这个高的这个回场锤子高度的话，就能刚才就能回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吧。村庄街道的那个下沿比较短，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B 站内搜索选图攻略，然后的话会有我写的一篇这个选择地图的一个攻略，然后里面还会有地图的各种信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也趁着今天深圳那边改地图规则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学一下。不过那个很久没更新了，其实我应该把那个小战场还有北方大空洞那个救不了你啊。小战场还有北方大空洞的话，我找个时间吧，其实更新也不是挺难的，但我就是懒，有点懒。我漂亮，那眼看的话，在我说这段话的时候呢，那111就已经送了两个。好，哎，可以开始。哎呦，要不要加除啊？哎，一个上来。哎呀！抓住前头。完了，其他人没有，漂亮。哎，那这个是 BO5 的，这个要怎么发呢？先一个横 S 击杀先。哎，不行啊！他妈的，向上击杀的话，春街上沿还是比较高的。漂亮！别叫你打我。人家他妈突然换个军师，那四把的话是赢的，选输的候选的角色的话是终点啥？那就不敢。好了。Battle！ 啊！等一下就知道了，看不会你要熟练一下的吧，不会一场吧，小麦克都没打过的，换军师了吧，放心吧，知道吧，换军师下头跟前，还行。要瞎逼闪，你要知道你也是有当身的，老老实实说。打一号，伤害慢慢再打回来，炸一下回不来了，还能回来吗？哎，这他妈的好赖，刚好有个球在身上，我吃都是吃。他其实他那个球反而把你的高度给打起来之后，你应该一个横逼。先把横向距离拉一下先，然后再用二段跳，再用上 B 肯定可以，漂亮，一个日字冲拳。还行。抓住。他现在如果是看到你是依靠盾柱攻击来打一种雀反的话，他会比较偏向于把你抓住来下地。哎呦，说了不是真的，太气了，这你说多少次了。还行，炸的那一瞬间利用滚动的一个无敌针回来了，哎，牛逼。
横向击飞啊，春节这幅图就是横向击飞，你怎么老往上打呢？那一下子的话，其实一个 S 的话其实挺危险的啊，漂亮，打横向击飞的击飞技，上踢上踢，那怎么能空的？我也想知道，不是这么放的，上飞螺丝太轻了，是这么空的，这上飞连不上的。可以。对，其实我觉得横逼的那个击飞效果也可以。哎呀，你为什么不用横逼补那段横向距离？我应该直接横逼，应该让早安跳吧，直接闪就好了。对，你直接闪就好了。你那个跳，跳还是挺重要的一个回场资源。我要来穿他三个。反穿三个，妈，我比分还写错了。好。上踢上踢。可以的，这个可以的。不过刚刚好像明显接拳会比较好。不行啊，他这个那个萨菲罗斯的那个八刀一闪的那个回场判定是很他妈厉害的。你基本上你可能用当身可以当一下吧，我感觉用当身可以当呢。但是你如果想用攻击判定去打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哎呦。沉底啊，怎么你要不跳了起来就直接横逼，这样用一个强推进的一个横向技能去进场，不然的话很那么尴尬，我觉得，对吧，是吧，用横逼这样强推进的技能去进场下头。哎，这就不行了。那这个冰皇的这个对策也是没得说的，他基本上他吃过一次亏就很难再会吃第二次了。好，那现在双方也是最后一条命哈，看看有没有。哎呦，你反而是你怕被他毒闪的话，你可以利用小麦克一些霸气的一些技能去强行把他的当身给顶掉，也可以。好，那再来看一下这张纸张，哎，出翅膀了，变异天使，轰轰轰轰。我肯定放歌，我肯定知道你要闪的，我肯定放歌了。